最爱的琪琪，今天给你们看个宝贝啊，看这个宝贝，这是火棘啊，火棘，结的是果子，是红果的，红果的火棘装，非常的漂亮。这个头啊有多粗多长啊，看得到，根系非常的好啊。有喜欢的朋友就跟我吱一声，粗的话我一只手是拿不完的啊，一只手拿不完，特别粗。摘起来的话明年就能挂果了，明年就能挂果。有喜欢的朋友，有需要的朋友啊，记得跟我说一声啊。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火棘长什么样子的啊。